好，我是文文。不知道呢，大家以前有没有常看那种古装剧？就像我以前常小时候看那种《还珠格格》，然后就一直觉得骑马很像是一种皇宫贵族啊的那种贵族运动。其实骑马呢也是一门学问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呢特别来到这里，要来体验那个一日骑马体验。那我们现在来欢迎教练。Hello， 文文好。今天要麻烦你来跟我介绍一下马术。这个是什么？马术运动呢？那些马的价钱有分吗？马的价格有分，按照能力来做区别。像我们里面有欧洲进口的那个，都100多万以上。一般比较粗，没有办法，因为它贵在于它的训练过程。那如果一匹马？最便宜的话要多少钱？一匹马最便宜的话也要50万，大马，我们讲大马，那个小朋友骑的小马，连存款都没有。所以我们可以来，就是先接触。那我们也会建议客人说，有兴趣我们再买马。所以这真的以前就是有钱人在做事哎。就是像我们这种平民没有办法做这种事情哎。其实我们现在有推广马术平民化，就是说你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养马，但是我们欢迎你到马场来接触马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你就带我去一日贵族体验好了。好 ，OK， 出发吧，出发 ，Go。等一下啊，那你现在知道干嘛？你想要拿什么东西出来吗？你想要这样打扮成一个特别的体验，那你一秒到英国，哒哒。嗨，我帅吗？不要为难人家。那你感觉身处在英国皇宫贵族？好 ，OK。那我们要骑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帮他整理他的身体，因为他在马厩里面可能会躺下来，所以我们要帮他把身体刷干净，逆时针逆毛刷，对，一小区一小区来。我把脚串起来，发丝有点毛躁哦。他还会自己低头，知道你要帮他刷。对，他现在很开心，因为耳朵会前后摆动。好，站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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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。小亮，你为什么不专心？小亮，那你要稍微快步一下下吗？哈，现在啊，哦，不敢没关系，不要勉强。我试试看。好 ，Go， 小弟 ，Go。上坡反而没那么快，对不对？嗯。因为他爬坡爬得比较辛苦一点点。要等你们一下吗？要。好累，要再往前一点，因为这样加速你们才拍到，不然他要超过你们了。就是你刚刚怎么控制骑马的，你就控制。那如果他要吃草，你要把它拉起来。对，你可以慢慢骑，慢慢骑远一点都可以。啊！不准吃，拉不起来。你怎么这样啊？脚踢他，脚踢他，对，脚再来。我拉不起来，好痛啊！我在走马看花哎。那我回来，左边，好。哇，好高哦！等一下，走，走。走，教我走，用脚，不是用喊的，用脚。你不要搞突然吃草哦。不要再吃草了，不要再吃了。哦，你已经这样洗哦。
今天的挑战时间，挑战规则，端着一杯水骑马回去，想办法不要让水溢出，低于指定高度为失败，挑战失败要接受惩罚。我踢他我就动了，哇，等一下我的衣服会湿掉的，哇，踢出来了，哇，等一下走慢一点，我的衣服等一下，蛋欸，手超酸的啦，如果排除手酸的话，我觉得平衡感蛮好的，让马杀，没办法，他们等一下不要吃草，不要吃草！我的裤子都湿了，手好酸啊！他蛮厉害的，他其实没有倒很多，现在走完三分之一了。手很酸，而且我的鞋子里都湿了。哦，好累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停停。不要再用嘴巴控制马，看一下，哦，好渴哦！哎，那里还有掺杂雨水。他不在乎。我是诗人，你知道吗？我达达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。一代文豪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来练习，不是练习。来体验那个骑马，我觉得蛮有趣的，就是可以顺便练的平衡感，而且呢可以跟马一起相处，我觉得很棒，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跟马接触，而且它超乖的，对不对，小亮？不要再吃草了，不准吃，不要吃草，不要吃草。大家如果呢想要体验骑马的话，可以来大日马术文创园区。那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哇，你要吃草？我说不要吃。酸。好。